上课喽！哟，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OK， baby。我站这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漂亮，呀呼！耶，大家好。好。OK， 今天心情好吗？好。好漂亮，吃过饭了哈。吃饱了没有？吃饱的哈。那我们后面也有烤肉。首先呢，要先去买粮票、肉票，然后再去绑票，好不好？啊，你如果没有还没有吃的，你今天配酒的，啊，只要是位置上都可以，啊，今天都可以吃东西，好不好？耶，我是村长，耶！经费不足啊，自己来。OK， 那今天是最后2021年的最后一天，啊，今年呢跟去年一样哈，这个疫情。不过呢，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很重要，啊，不要年轻的时候，就乱用身体啊，老了之后呢，啊，就不方便了。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不过就是要戴口罩，好不好？戴口罩，哦，离开外子更要戴口罩，你去点饮料，你去买肉，都要戴口罩，好不好？耶，yeah ，有没有说不好的？来 ，Let me 看看，好，都很好 ，OK， 好，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已经有一二三四，哦，那边帅哥怎么吃饭，怎么抽烟，哦，这边点烟，你在那边一直抽五根十根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吸烟区也是在后面，哦，你那边的人就不要那么走那么远，哦，后面那边的烤肉机那边摆一个吸烟区，那边也可以抽烟，不过烟蒂抽完的时候烟蒂不要丢地上，好吗？都会有个烟蒂桶，就把它丢进去，好不好？厕所优秀的厕所在这里，啊，你今天如果是一直开车没有脚过便的话，那尽量用哈。我们也有卫生纸，啊，也有卫生纸，不过是报纸。OK， 不过呢，男生在男生哦厕所。那今天呢，这一间呢是今天表演。啊，乐团啊，乐手他们的休息室，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超过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好吗 ？OK， 天气很冷哈，啊，一定要买饮料促进血液循环。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消除体力，恢复疲劳。啊，怕喝多了也是一样会吐哈。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不好？你如果要吐的时候不要浪费，我们这边很多树，怕吐给树。好吗？那都是有机的 ，OK，OK，Yeah。刚刚村长宣布的那个很重要，就是离开位置就戴口罩，哦，不过最好是还是戴口罩在位置上，好不好 ？Yeah。还有我们铁花村有很多的狗哈，很多的狗不要喂它们，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就用100块喂它们，好不好 ？Yeah。今天呢，因为位置有限哈，你如果是在桌子上，一个人的、两个人的后面可能都是要并桌哈，会不会介意？哦，不会哈 ，OK， 好，好，明年是虎年，祝大家虎年行大运啊，发大财啊，虎虎生风，走路的时候呢，都要还是要非常注意安全。不过村长还是最后啊，再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不要为难警察。我们也有卖这种毛巾在后面 ，OK，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好 ，Yeah， 因为前面的位置没有坐满，我们再等个20分钟。OK， 今天的节目呢，村长讲完话之后呢，会一直到跨完年，差不多12点半我们才会结束。你如果说没有地方去的朋友那你不要乱去，你就待在这里就好了。铁花村是很优秀、很温馨的。我们的跨年都不一样，我们已经这样子11年了，然后有很多人一直就是说支持铁花村啊，就是铁花村的跨年啊，还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至少我们有椅子坐，然后是不是？耶，促进了膝盖的那个什么血液循环。好 ，OK， 好，OK， 好。Yeah， 我们就准备结束了。好，我们现在呢，今天还是有个串场的主持人，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铁花村
最佳的主持人咖喱。嗨，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来，小心有糖果，还有没有人要糖果的？吃甜甜好过年。因为这个今天是我去庙里面拿的哈。小心哦，如果你有受伤的话，就去告我们村长哦。好，谢谢我们的铁花村村长。我知道现在的时间还有点早，不止你们尴尬，我本人也有点尴尬。往年我们的那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前面就是可能还太早，还没有接近那个倒数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上方，我们距离元旦还有3小时47分57秒，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你没有要提早回去，应该没有人要回去睡觉的吧？12点前要回家的有吗？没有吧？都是要来跨年的吧？那接下来这几个小时呢，就有铁花村还有在舞台上面的各个台东在地非常厉害的歌手乐手老师陪伴大家度过今年好像没有那么好过的年。但是呢，首先我想要先请大家掌声鼓励给自己，就是我们还可以活到现在，身体健康的还可以出来看演出，我们先掌声鼓励，练习拍手，因为待会有很多表演者，你们都要就是为他们鼓掌，好不好？为什么前面是怎么样？为什么没有人坐前面？哦，不能喝酒啊，那边喝一喝，你可以过来前面坐啊，想喝再回去好不好？不然我们觉得那个距离有点遥远。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入场的时候，有告诉大家我们会抽一些小礼物，就是铁花村想要感谢你们，你们亲自用你们的身体来到铁花村支持我们的现场音乐，支持铁花村，所以千万不要走开，要走开的话，我们元旦再走开，好不好？好，如果觉得很尴尬的话，我们就再去铁花帮买酒，好不好？好。好，那今晚的跨年小聚音乐节目呢，就要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位不是第一位，第一组为我们2021最后的最后演出的是我们的乌马克夫妻，掌声鼓励。